有CD 对 Auto Rock 这也是一个，基本上现在这边的前三名就大概蛮固定，大于 CD Auto Rock。基本上看 Winner Finals、Loser Finals、Grand Finals 这个三个人的组合，大概比较少有变动。好，现在已经9:50了，这个这么晚呢、啊？晚，而且几乎每个赛都打到第五局。对啊，超皮都是，啊，都很会。现在 top four 都是 game five。好，我们现在在 Talent City 有个 Sonic， 我们会不会 time out？ 好像不会。我记得这两个人在 Winner Surprise 的时候也打过，那时候也是，我记得也是一个五局大战，最后 CD 也是险胜。现在他们在 Loser Final 再遇。接一个 Tavir 没有接到。我们站着对峙一下，还是其实是我们累而已。那个是个很奇怪的 option， 我没看过 Auto Walk 这样子，他用 Falling Up Air 来接近他，他没有用。这个抓有点，哇，又没抓到。那个悠悠的 spacing。现在是乌托奥暂时取了领先，的确对于 Ness 来讲，要 approach 上也是比较困难。哦，他是看 down smash 了，直接 jab 就可以阻止他一点。我这个爬速累积真的很快，现在已经领先了60几分。好像 Sonic 的 B move 的话，我感觉像是要长距离才可以用来接近长距离的，可是你 point blank 的话，你 point blank 用的话没那么安全的。哎呀，你又不需要 hit confirm， 不需要 hit confirm， 你 down tilt miss 的话没关系，你直接 forward smash 的话应该会中他吧。他当时有无限 spot log， 好像是他也是猜他的那个，结果他居然也是。就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 Ken， 他用手里的 Force Man， 他也是会猜对方用 Spa 时机，然后用 Force Man， 刚刚的感觉有点像。那不有可能。结果反倒是让 C 取得了领先，在乌托娃就要开始追赶。索尼一个弱点就是要在落后的时候会比较劣势，他不是擅长那种追赶。哇，漂亮！的话，这个直接冲过去空前给，就漂亮了。接杀。哦，那第二次他做 falling up air。我感觉乌托邦跟其他的感觉跟一般看的 Sony 比较不一样，就是他很敢做一些比较 risky 的那些 option。对啊，跟一般的 Sony， 那个 Sony 会比较喜欢，看白看不去的，对，或者是就是守城，很喜欢就保守的打法，就是会不喜欢做一些太激进的。但乌托邦不太一样，乌托邦是，他也就是像很多 Sonic 就是这种 character 嘛，他就是比较靠 hit confirm 的。可是一般的 Sonic 可能很会在 ledge 那边一直放 B， 然后就按 shield， 然后就按 B， 然后就按 shield 来试试看让对手接近他 ，force 他 approach 他。可是 Auto Walk 的话嘛，他不是那种，他是自己想 approach 的。对。比较不典型的 Sony 的打法，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蛮有奇效的，就刚刚这样冲出去 HR， 不过刚刚被 CD 一个 Falling Up Air 击杀，戏称是在空中的 Up Smash。 可能 Sony 就是他设计的话可能就是那种 character 嘛，很着急的，很想一直接近 opponent 的话，可是我们现在 Smash 4的 meta 就变到 Sony 是很会 camp 人家的，打太好，打了就跑，打了就跑。你看他的 dash back 的时候都没有很少 lag， 他可以直接 dash， 然后就 forward smash。对，其实真的是一个，其实像乌托邦这样打法真的蛮好看。哎呀、oh!！CD no， 有些时候他就是长，就是在场中要想要这样做奥 B 的时候，就是会不小心犯这种错。
这是直接害他在很低的趴数就先掉了一命，比较可惜一点，现在是他取得了很大的领先。没关系 ，Ness Ness， 这个是一个机会来哈，他的他拿多一点 Rage， 所以他 Back Door 可以早一点杀。我现在就是这个 Sunny 比较喜欢的方式，领先的话他就可以比较有效去迫使对手接近，他也需要去做一些很冒险的东西。我这个念其实打的距离很远。哦哇哦！其实我其实 CD 做了发出累积也蛮快，一下就把乌克兰打到98以上，哇漂亮！就要被抓了。好。哦 ，Auto Walk 的 S Trap 的话有一点，哎呀，他什么种 Re 来的？有球棒在那边等着他，你敢接近吗？哦，哎呦，想护着互相想要用一些 spacing 的招。一个飞出来，出现一个 H 挂机会，哇！好 ，H 挂，哇！很想要冲下去这样子，但是这个冲下去的这个决定，就是让他掉到这边。其实应该是有 tag 的机会，但是不好掌握。哦呦，哦呦，好，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关系，只是一个机会来。哎呦，哎呦。Not safe。不过有时候，我反而还真的喜欢乌托瓦，就是可以再打得保守一点。他其实不需要冲出去，他冲出去对他没好处啊。哦，那个 paper grab， 漂亮。哎呦哎呦！哇，哇一个机会一个chance，想什么 up 直接倒到面前，那哎呀！好，那个 edge 很漂亮。哦，他以为他会滚出后面的边。漂亮，好不好？哇，还没死，还没死，134 ，Rage Ness， Rage Ness， up to 无双，杀不了，杀不了，没有 Q 错。哇，哦，这个其实 Four Rage 不太好，因为 Ness 有机会，有办法很容易躲过。哇，那个 Edge Trap， 哦，现在不好，人不好说，太不好。两个人都真的很怕，你看 Auto 的话，哇，还有被摔，摔不死。哦，詹姆斯！哇，不要急着出去啊，其实不需要出去的。那个悠悠没有 two frame， 他没有 hit confirm 啊，这么高 percent。哇，没有关系，我不。我不知道这样的趴数他还可以这样 confirm 吗？居然可以冲上去啊！不要少干。我也不知道他能 confirm 吗？我都要漂亮的一集，现在是1-1平手。那个 match。多久啊？五分钟吗？哎，差不多打完又要再打第五场。No， 已经9:58，这赛是50分开始的，只剩2:08了。打得很精彩，这样。好 ，Ford， 哦，没有那个 follow up 的。其实 Sunny 就是你看很多很棒的，就是直接 up 掉可以躲掉很多球。可能是我有点烧气了，因为我是玩 Ganon 的哈，然后 Ness 整天是 down throw foiler foiler， 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你看 Sonic 的话哈，就是 down throw foiler up B 就安全了。没有 punish， 真的看起来像真的。哦，这个弹簧弹出去，哦，那个弄到气球，他弄到气球。有的时候气球真的是会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你可能有时候很少影响到你，但是它有时候一影响到就会很剧烈。我觉得最我在 Reddit 上看到哈，有一次那气球，你 bouncing fish 的话，你跳进那气球的话，其实跳回去的，对对对，就是等于是可以跳很多次，有人有利用过，蛮爽。哦，爬树太高，然后把气球上摔接 cover。好。不过悟道还是会喜欢试这种，就是他就是会想要试，就是就算这个趴数大概已经接不到，但是他其实还是会尝试一些比较大胆的这种攻击。哎呀，那两个人趴数是几乎是一样的。
被电到，被电到，他被电了。但他的 ledge trap， 哇哇，危险危险！他刚刚不敢抓，哇，那个是一个，我都要不敢抓悬崖，又抓第二次，但没想到落地完之后还是被逮到了。那个是一个很，这样讲，哇，哈哈哈哈哈，漂亮的服，对，我记得他们之前打好像也是这样。你看 two frame， 就是 four 也没办法穿透那个 four， 我怎么不知道？可惜了，他好像复制完之后踩到平台，不然他应该有机会可以接下的。真的，帅！哦，很简单的。哇，双影其实也是这样，就这么快，他是累积速度其实很快。不知不觉，你看已经哇，他也不错了，七十级。哦，那不就就把那个差距拉开 ？PK 反而没中到。哇哇，在悬崖边疆也玩过，其实是比较有趣的来算。都比较我不太常看过的三五的那些，用的招数，居然是用音乐还有来阻止这个波段，有趣吗？哦，他的 H trap 有点，感觉两个人 mix out 都是比较不常看到，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其实那样子比较聪明，因为如果他直接没直接 roll 的话，他会被那个 PK 算的中的。应该是摔不死啊。好，在这个趴的话 ，Sonic 的 Hit Confirm 只是 Neutral B 或 Side B 了，或只是一个很。就 Back it， Back it， Roll Back it。哇，这个。好 ，Edge Guard Back it， 或者他可以像像第一 game 一样，他直接 Off Stage Neutral B， 然后 Jump forward there。哇，哇，这个 Trade， 这个 Trade。看来是站在乌托瓦的。乌托瓦真的是很敢 board smash。也收到效果，现在乌托瓦二比一领先。好。已经。哇，这好刺激的 set。有办法打到第五阵吗？会在这边就先结束。其实我们是不是忘记改过？现在应该是 top three 了吗？其实有个方向，看的人大家都知道。top three。我的电话没电了。也是待，就是待来这边待，也是待七个小时。哎，我电话的荧幕呢？看不到啊。荧幕是不是很臭？你刚急吗？好，回到比赛，现在，哇，又一个 backer 逮到了，哎呀，感觉乌托瓦其实在手边上面，其实他还是可以，我觉得他其实可以简单的一个弹簧，就有机会可以给他，但是他就很喜欢冲下去，就是，对吧？我觉得他可以试着更，对吧？那个打法可以不用那么急着想要跳下去，那通常。而且你跟他 trade 一定会失败，基本上就是都永远是对你不利。Mess 的话，他是一个比较像 Lucas 一样，是比较想做 reset 的。可是 Sonic 的话，他就是要找很多机会来一直攻击你。上低有点危险。哦。又用到了。这个 Let's Try 是怎样？哦，这白给没中。两个人都 air dodge 的。哦，在这个塔，在这个塔，哦，白克会杀吗？没事，找不到，在场中间还好。六对一，奈斯稍微占有一点，哦，差一点。本来以为那阿比尔完之后有机会可以抓他，但他不的话马上转掉。哎呀，这个 back air， 这师弟也不甘示弱，直接用前 A 回击，哇，抓到了，好，这边打掉，大概130K从中间杀，哇，不要怕那个 Dalton 一定 trip 不到了，如果你再跑进去，然后 grab 他的话，这个倒是比较不常看到的画面，146吧。不知道上摔摔杀不杀了，好，这个可能，居然杀不了，
哇、哦，白黑白黑锤，这个锤的不错。不错，他们两个的 pass 也是蛮低。哇，还是一样很接近的比分。哇、嗯哦，真的，我真的比较少看到 Sony 用 Falling Up Air 做 combo 的那个时候的。嗯，基本上这真的比较少，但是乌托娃用的还蛮顺。对啊，因为其实 Falling Up Air 的话，它的 risk reward 我感觉像是比较低的，你比上其他 move 的话，因为，呜、哦、呜、哦，所以你看啊，如果你用 B move 进的话，他们一定会 shield 的话，然后如果他们会 punish 的话，然后还是他们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的话，一定是比较就比较难 punish。可是 falling up air 的话，他的 hitbox 是没有跟 back air 那么好，然后可是他的好处只是他能可以 combo 进 back air 而已，但是你也是看 B 你的 B move 也是可以 combo 进 back air， 然后有时候也是可以 combo 进 up air， 然后有时候你的特别是在他人世界上的话，你的 up air 可能100多分还是杀得到。现在分析是有的领先。哇！哇！到了背后又 hard smash。还是非常的接近，哦呦，这个 uphill 有意思。这个人差一点 walk up slowly and down smash， 不会死啊！相当接近，相当接近。现在两边还是没有办法找，现在还是应该不会有决定性的一击，就算打到也不会死。哦，180，但现在就不好说，在场边抓到，哎呀，抓到这个龟上有点危险。好，哇、哦，现在场边的 back air， 不过他不会。三个的话，这不是救得上来，如果是救得上来的话，应该会死了。不用急着去场边啊，我就说，其实你可以待在多待在场上。可是 Sonic the Last Trap 没有那么多选择哎。但我还是觉得，就是冲出去比较冒险，对于 Sonic 来讲，真的比较不好。哎呀，这个他又是想要做大胆的 read， 想要直接 up smash， 但是这是判断错误。好，第五场。真的每一个都一定要打到第五场。Three times in a row。每一个都要打到第五场。他们打真的都太接近了，太接近。好刺激哦！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想去来来了。他们真的很喜欢汤姆森。两边来讲都还算不错，你看就是基本上 Nice 要在这边用背出来，真的趴数真的比一般低太多。那 Sony 又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让他做，我 Falling Up Air 直接 Back Air， 吃一下都蛮痛。突然间变到 Game 5的话，两个人都比较安全，都是要开始玩比较。space 多一点了，哇，趴数累积多快，哇，一下就让布拉做了。嗯，上次我看到 CD 做呢，在 ledge 那边，他 up B， 所以他可以他不一定要中自己，所以他可以用来 pressure， 然后最后也是 grab the ledge。那靠点是有点简单，可是最好是一个 edge guard。哇，Falling Up Air，对，这种他用这种方式落地，反而又很有又好效果。哇、wow， 那个 Ledge Grab 我没看过。可是你看 Falling Up Air 的话啊，他什么 move， Max 用什么东西都可以 out space 啊 ，Back Air Nair 的话啊，都 out space 到 Falling Up Air。基本上，而且也比较不安全，基本上如果被秀到。哇！连续两个 Forward Smash 有点太大胆了一点，让 CD 掌握机会，被刷一刀，不要太激动。好 ，Forward Throw 刷不了。已经出现了这个赛最后一个 star 要出现了，究竟 CD 能不能断成功？这飞行好漂亮！哇，那个 CD 没有直接继续发了，他是选择直接上。因为他自己觉得 Rage 太高不好打。哦哟，刚刚那个。哦，他做一个 reset， 库洛瓦又来了，向他 up smash， 来给一个机会。哇哇，真神！基本上，库洛瓦，我觉
现在对乌托来讲，的确可能会需要一些大胆的选择才有办法击杀。好。哇，这个基地其实这个 Spring 就本身这个动就没有很好。哇、oh. ！现在胜负来了，让他很难受。61%的杀去杀你，很快就可以追了。哇、oh. ，退开了，闪过那白剑。哇，结果没有抓到这次机会，基地放掉了。哦、oh. ，先背摔，有 H 高的机会吗？放掉了。哦，该给人了。好。哦，那第一次他用 Forer 来 Space。现在各种 Space。双方。两个人的 Back Air。哇，你看这个发出累积多快，就那一下。就53了。哇。哇。Falling Up Air 真的是很难 Space 的。他踢了，他其实很难抓。哎，那个 keep up 太奇怪了。哇，这么死！直接冲去他面前秀，蛮危险。哇，我操！哎呀，有机会吗？哇，果然直接跳开，找安全选项。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大胆一点的女人。找 Sunny 在落地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直接跳过。哇，两人利用弹弓。84对84，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哇，真的 spacing 真的是不敢照镜啊！现在这种时候，啊98，哇，知道了，选择离场边远一点。还只剩一分40。哇，一个 bug 结束了。什么？你变结束了？乌拉，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赢了。